好，来到了西区的模范市场附近，其实也常来这里。我今天的脸大恐怖。好，我们要来看模范市场，今天要来吃正义烧肉。模范市场的招牌。好，那它其实呢，就是在乌马原底店的旁边对面。可以走进来，对，像这个好香哦，许多老店铺，很多有趣的店，哦，感觉也是一个有特色的。应该是这里吧，对，正义烧肉。哦，我在餐厅前面，太有趣了，太可爱了。可是我的 partner 还没到。还记得要拍影片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当那个 YouTuber， 就是这样，常常忘记这件事情。